是判断 x 减 y 等于1这条直线不通过哪一个上限。首先我们先画出这条直线，我们 x 大0的时候 y 会得到负 1，y 大0的时候呢 x 是 1， 所以我们在直角坐标系上面来画这个图，0负1在这边，还有10在这边，所以我们把这条直线连起来。好，这条直线连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通过了一、三、四象限，所以它不通过第二象限，所以我们的答案要选择的就是 B。